泾河东流，著写秦川腹地的历史传奇。水到渠成，汇泽繁华富庶的关中粮仓。穿越群雄征战的铁马金戈，流淌的岁月在大地铭刻不朽的印记。崇文与上学，吹响文明碰撞的号角。红色往事中，写满家国情怀的赤诚与担当。这是泾阳2000余年的低吟浅唱，也是时代赋予泾阳的秋实与春华。周宣王5年，即公元前823年，日渐强大的北方部族鲜允一路南下，不断进攻疲于战事的西周王朝。很快，鲜允的前锋部队抵达泾河北岸，都城镐京危在旦夕。周宣王随即命西贾及尹吉甫率兵击退敌军。先秦诗人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战。鲜允飞如，整居交祸，亲号吉方，至于泾阳。泾阳这个古老的地名自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交祸泽，这个湖泊就是泾河出山阴口以后，在泾河以北，现在泾阳这块土地上，《诗经·小雅·六月》里面提到的“至于泾阳”，是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泾阳这个地名。自战国晚期，秦国设置泾阳县之后，泾阳作为经济要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今泾阳县城东南，一座气势恢宏的汉代帝陵向世人展示了2000多年前文景之治的辉煌。汉代丧葬礼制崇尚视死如视生，陵墓建筑以及随葬品应仿照世间的生活。在11座汉代帝陵中，这座汉景帝留起的阳陵是迄今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帝陵。经过40多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目前已探明帝陵、后陵、礼制建筑及阳陵驿等8大区域，整个陵区的面积大约有20多平方千米。它这个陵园结构呢，它西边比较宽，中间比较窄，正好处于这个泾河和这个渭河这个二级台地上，在90年的时候被评为这个10大考古发现。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陶俑，这个是汉阳陵的一个形象，叫做彩绘拱手祭作女俑。为什么叫做彩绘拱手祭作女俑？首先，双手拢于宽大的袖口之中，掩面偷笑，坐姿呢叫做祭作。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汉代的美女的形象。栩栩如生的陶俑是汉阳陵中最具代表性的出土文物。与威严肃穆的秦俑不同，汉阳陵的陶俑富有生活气息，神态细致入微。因为这些陶俑采用这个魔塑结合的制作方法，用陶土制作陶俑头、躯干和下肢，然后制作好以后，对细部再进行刻画，比如说耳朵了、头发了、眼睛了，然后再烧制，烧制好以后出来再试彩，试彩以后
然后进行装上活动的木质的胳膊，和根据陶俑身份不同，再穿上比如说丝质的、麻质的衣服，或者是武士的话，穿上皮质的铠甲。由于年代久远，陶俑的衣饰与木质双臂逐渐化作尘埃，但其丰富的类型、考究的制作工艺，依旧清晰地勾勒出这片土地曾经历的繁荣盛世。考古队员还发现，西汉时期，都城长安周边曾经存在一条南北向建筑基线，这条基线通过西汉都城长安向外延伸，南至秦岭山路的子午谷口，北端则为汉代天齐祠遗址。所以这个坑呢，它是天齐，也就是古人认为它是天的中心。这个建筑基线呢，就说是它是古人进行有意识的一个大的规划，非常宏观啊，法天象地，这样一条线在古代产生是非常重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测量技术已经非常不简单了。这条基线如今已消失在岁月的变迁中，而泾阳县一座八角形塔楼内仍保留着中国测量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20世纪70年代，出于发展的需要，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的大地测量坐标系统。确定大地原点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这是因为大地原点是国家地理坐标经纬度的起算点和基准点，其选址需考虑地形、地质、天文、重力等多重因素。李云是当年参与大地原点选址和建设工作的一名队员，他和同事们在考察了河南、陕西等多个地区后，最终选取泾阳县北刘村为大地原点所在地。通过了一些地质资料、地震资料来分析，经过专家讨论，才确定在这个在西安附近。它这周围呢，就是大的工厂也没有，立的公路啊，什么工厂啊，大的工厂都少，很少。大地原点呢，它不是绝对的国家版图的集合中心，它是一个相对的，因为大地原点的原呢是有起始概念的，是由于我们国家的大地测量坐标系过去呢要从这里边要推算出去。这个被称为1980西安坐标系的测量系统，在经济建设、国防安全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7月，中国开始启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位于泾阳的大地原点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它首先是大地测量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纪念碑，因为这个它代表着我们国家全国的新的独立的自己建成的大地测量网完成了。如今这座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丰碑被改建为科普基地，继续讲述着泾阳百姓引以为豪的家乡故事。2000余年的光阴流转，时间的洪流跃进繁华与沧桑，在泾阳的大地上奋力解救一段段诗意年华。
京水绵绵，沃野平畴。这幅关中美景的背后，深藏着一卷长达2000多年的治水史书。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秦王为提升农业发展，听取韩国水工郑伯的建议，开始修建一条引泾水入洛水的引泾渠。郑伯利用地形优势，将沿线的小河收入渠中，在泾、洛、渭三条河流之间建成网状的灌溉系统，并收到了灌溉、肥田、改良土壤的成效，成为我国古代农田灌溉技术的创举。秦建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员。多年前，他和陕西省文物局的专家来到泾阳开展田野考察，沉睡多年的郑伯渠遗址逐渐浮出水面。80年代我们到这地方第一次做调查的时候，通过卫星照片，利用地形图，反复校正，最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道巨型的大坝，大坝的后边有秦代的遗址，我们发现大量的秦瓦，两侧的山头上都有这个秦汉遗址。调查组发现，从郑伯渠渠首遗址沿着泾河逆流而上，依次分布着汉代白渠、唐三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广惠渠等多个渠道的渠水口。从这个秦代一直到现代都在引水，其中这个工程啊不计其数啊，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渠口就有15、16个，这是一个巨大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遗址群。众多的水渠凝聚着历朝历代治理水患的决心，同时也为后世兴修水利提供了宝贵经验。20世纪20年代，关中遭遇连年大旱，原有渠道又被泾河水的泥沙淤堵而无法使用。曾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李遗址临危受命，开始修建泾汇渠工程。年少时，李遗址曾在泾阳崇实书院求学，他对郑伯、白公等治水先人十分钦佩。在欧洲留学时，李遗址亲见许多先进的水利技术，于是毅然改换专业，主攻水利科技，以期报效祖国。李遗址沿用了先人因势利导的古老智慧，在泾阳县张家山泾河峡谷筑坝引水，分别注入石川河与渭河。在施工过程中，他又吸纳西方科学技术，有效地解决了泥沙及低水流速度等技术难题。是在近代我国灌溉史上的现代化技术程度比较高的，因为使用了这个铁路、火力发电，包括洋灰，洋灰过去实际上是水泥啊，所以它的修成的话，奠定了我国近代灌溉工程一个典范。泾汇渠建成后，泾阳及周边县区的粮棉大幅增产。李遗址参照泾汇渠的成功经验，陆续兴建了洛汇、渭汇、湄汇三条水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部门多次对新老渠系进行挖潜扩灌的调整，泾阳县也一举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以里不绝的泾河水延续着1000多年来的丰收美景，跨越时空的水利工程正在细语诉说泾阳不曾改变的进取与情怀。
中共泾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兵多年来一直行走在泾阳各处的红军旧址，为梳理家乡的光辉历史做资料搜集工作。云阳镇曾是红军、八路军总部及中共陕西省委所在地。西安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陕甘宁等地转移至渭北地区。红军这里之所以定居渭北地区，是因为渭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渭北地区属于这个黄土高原或这个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丁克贡，退克守，加之关中平原这一块物产丰富，物资供应充分，能够给部队提供充分的供给。红军的爱国抗日主张得到了泾阳百姓的大力支持。云阳镇一户文姓商人还将祖屋提供给红军，作为其前敌总指挥部。我家里当时在西安经商，这个地方大，再加上没有人住，所以把这个地方是无偿的提供给红军在这使用。我听我父亲说，当时都建的是彭德怀谈了有几十分钟的话，就是共产党的，要是民族大悦会成，现在就是跟国民党愿意捐躯前线，就是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桥底镇和富平县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一些年轻力壮的，家里有这个马车的，有这个牲口的，帮义务的都帮助这个在的这个红军拉着一些物资送到这个黄河渡口。八路军开赴前线后，延续革命烈焰的思想火种在泾阳大地上不断燃烧。烈火似的源头记在我们胸口，烈火似的源头记在我们胸口，同胞们的血泪在浇。赵杰听是安吴青年训练班纪念馆的讲解员，在每次讲解中，他都会加入演唱安吴青训班班歌的环节。这首由冼星海作曲、胡乔木作词的歌曲，抒发了无数青年保家卫国的热血之情。全面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为满足抗日需要，在西北地区共同创办了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战时青年训练班。1938年1月，青年训练班迁至安吴镇的安吴堡，大批青年干部从泾阳出发，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党中央对青训班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专门为青训班题了词，直隶同志1938年8月份。咱们来听训班做了抗日形势的报告。2013年，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革命旧址以其特殊的革命历史价值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泾阳县在云阳镇建立了红色记忆展览馆，与安吴青训班革命旧址形成联动，成为红色革命教育的重要基地。战火远去，红色记忆为泾阳留下说不尽的热血故事。山河无恙，记录守护家国安宁的波澜壮阔。民国初年，一位外国石油地质学家在泾阳游历时，为一座高耸入云的八角形砖塔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这座砖塔成为泾阳文化源远流长的古老见证。
明万历年间，刑部尚书李世达为勉励家乡学童，在泾河北岸修建了一座高塔，并将其命名为崇文塔。崇文塔就好像一个如船大笔，南边紧邻的泾河像一个墨池，北边的嵯峨山像一个笔架。作为泾水河畔的文化地标，崇文塔引领了众多泾阳学子攀上笃实好学的高峰。冯日前便是其中的一位。为了研究家乡的文化源流，他将眼光投向了与崇文塔同一时代的明朝学者王征。王征自幼饱读诗书，在外为官时遇到了外国学者邓玉涵。为了学习西方的力学机械知识，王征克服重重障碍，与邓玉涵合力编写了《远西奇器图说》一书。王征在画图的时候，他没有完全照着西方原著里边的图形搬过来，他把风景和人物加以适当改造，就中国化了。《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编译著作，对明末兴起西学东渐之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较之我们通常所说的近代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他们这一代人要早200年。300多年后，另一位出自泾阳的文化大家吴宓，则为中西融合注入了兼容并蓄的平衡。20世纪20年代初，吴宓赴美留学后回国任教，学贯中西的他发现，当时社会中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吴宓深知，传承中国文化中的精髓，才能真正重建民族自尊。他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人物。更重要的，他对我们当下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最早的一批先行者。1922年，由吴宓任总编辑的《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由上海中华书局发行。此后的11年间，《学衡》践行了吴宓融铸中西文化精华的理念，在介绍欧美学术的同时，大力提倡传统国学思想。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幅，出自应该是陈丹青先生的油画，他画的就是当时这个吴宓先生出任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情况。2018年11月，吴宓国学馆在京赣中学的校园内落成，年轻一代在学习与传承中延续着吴宓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赤子之心。近年来，当地政府部门以历史文化遗迹为基础，打造了崇文上学文化旅游景区，这里也是中小学生的研学基地。巍巍古塔历经岁月的洗礼，照亮泾阳文化的前行之路。博采众长的血脉已融入泾阳几代人的生命与传承。
奔腾不息的泾河水，千百年来滋养着关中平原的大地，也孕育出泾阳独有的饮食文化。唐宋时期，中原与西部游牧民族的茶马交易逐渐繁盛，泾阳借由水路交通的双重便利，成为西北地区的重要枢纽。我们丝绸之路的北关道，更重要的是呢，泾河水运，在明清来的泾河水非常大，而水运呢比较便捷嘛，载重量也比较大嘛，所以它又是在泾河的旁边，水路码头，它有这么一个地利之便。明朝洪武年间，南来北往的茶商为了扩大销售规模，在泾阳先将散茶压制成砖块形状，经过包装后再进行批量运输。这一改进不仅大幅提高了货物流通效率，还带动了泾阳的商贸发展，专业的船工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伴随整齐划一的号子声，身强力壮的船工往返于泾河两岸，为过往的商旅摆渡和运输货物。由于劳动强度大，船工们常以泾阳特有的美食瓤河作为体力补给。瓤河，泾阳方言软和的意思，这道融合猪肉与鸡蛋的美食不仅色香味俱全，制作过程也十分讲究，因此在泾阳民间流传着无瓤河不成宴席的说法。瓤河，瓤河，展鑫，沙僧，赵帅的父亲是泾阳一名乡村宴席厨师，子承父业的他从烹饪学校毕业后，专门向父亲学习了传统的瓤河制作手艺。上好的五花肉剁成肉馅，加入鸡蛋、葱末、姜末以及调味料拌匀。为了达到软烂的口感，拌肉馅时要加入炒制的魔花。加魔花的主要作用就是去化，因为肉它纯蒸的话它是凝的，魔花一加，一是能发起，二个就是吃的软。馅料准备好后，用鸡蛋皮逐一包裹，随后放入蒸笼，大火蒸一个小时便可出锅。蒸熟的瓤河散发出浓郁的肉香，沿着金黄的外皮切成厚片，装盘并配上蘸料，泾阳百姓念念不忘的家乡美味便大功告成。由于年代久远，有关瓤河的起源众说纷纭，而每一种说法都与泾阳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这激发了泾阳县文化馆原副馆长陈安福的灵感，他开始用画笔追寻和记录食物背后的历史。我现在依然是以泾河这个啥作为题材，因为这个泾河呀，它流经这个泾阳大地，也是泾阳这个啥的富裕起来。另外的话，也有很多这个历史的传说。一盏香茗，一碟瓤河，大自然的恩赐在烟火气中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带着些许温度，一餐美食蕴含的想象散发出无穷的回味。
2000多年的引经灌溉，注写了关中平原水利兴盛世的不朽传奇。作为中国古老智慧的结晶，郑国渠遗址在2016年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一喜讯拉开了泾阳县文旅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序幕。秦郑国渠和汉白渠，它的引水渠口还都在下面的冲积扇的土质土壤呢。他主持修建了彭城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令福与泾阳县结缘于郑国渠遗址的申遗过程。申遗成功后，原郑国渠渠首遗址文管所升级为郑国渠遗址博物馆。它是中国北方建设最早的一个灌溉工程，作为世界灌溉遗产的一部分。郑国渠灌区它和都城长安密切相关，从这一点我们引申开去，可以弘扬我们中国的根脉文化。中国的根脉就在周秦汉唐的长安。2020年，泾阳县启动了郑国渠旅游区总体规划2020至2035的编制工作。在保护的前提下，郑国渠遗址被纳入泾阳县开展乡村观光旅游的整体布局。沿着郑国渠开创的轨迹，泾河治理工程延续着福泽百姓安居乐业的使命。这一段机房是大约对吧？你们这个标总共多少？这个现在六万是九公里。朱继伟，泾河水系规划总顾问，他在调研中发现，郑国渠的遗存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可与当代水利工程相结合，发挥巨大的生态效益。经过修复与重建，泾河与分布广泛的渠系河道得以相连，共同形成完整的生态水系网络。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利灌溉渠道，泾汇渠的南干渠在不影响农业灌溉的情况下，兼顾老县城和新城水系的生态补水，发挥生态水系的农田灌溉、防洪排涝以及它的景观文化功能。古老的水渠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活力，滋养着沿岸的万亩良田。近年来，泾阳县立足灌溉优势，积极打造生态农业，农产品种植与销售的模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刘思怡，泾阳县小有名气的农产品电商从业者，他与农业基地合作，将当地普遍种植的普罗旺斯西红柿打造为电商品牌。为了凸显泾阳特色，原本普通的西红柿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奋斗柿。我们在想，到底什么字眼跟这个事搭配会比较好呢？然后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所以我们在想奋斗，我们要不然叫奋斗士吧。然后刚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奋斗的战士，就这样把这个名字给起出来了。今天我们正在直播的这款产品是我们目前。刘思怡还将新颖的农商直播模式引入到销售中，泾阳的生鲜农产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围绕打造中国基层电商第一线的目标，泾阳县已建立起涵盖物流、仓储、分拣等环节的农村电商发展的生态链。
近30种农产品有了自己的独立品牌与全国销售渠道。坐拥青山绿水的泾阳，一路见证了诗法自然的中国智慧不断升华。阅尽沧桑的郑国渠，是泾阳百姓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这片伴随泾河流淌千年的热土，正在迎来新的跃动时刻。取泾水在沧桑中书写春秋，万里沃野于天地间尽显风流。泾水之阳，一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小城，延续着炽热的文化血脉与浩然风骨，在传承与创新中奋勇前行，逐梦四方。3000载岁月悠远，百余世人文绵长，新时代田园都市的发展佳话，正在泾阳的土地上声声回响。